在1971年的12月7号在纽泽西的时候，有一个警察局他接到一个电话，那在这一个过程中大家就发现了，男主人不见，已经开始慢慢有底的时候就发现，他留了一封信。那这封信呢是他写给他的牧师，都只是活着又不能上天堂，那还不如让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送走，至少我可以确定他们在天堂。很多人会认为犯罪这件事情好像是你很坏所以你会犯罪，或者是你先天就会犯罪，或者是你后天的环境让你犯罪。最大的原因其实是犯罪是比较方便的选择。警察进入的这个房子是拥有18个房间还有3层楼的超级大豪宅。约翰李斯特，也就是这个男主人，他是当时银行的副总裁。海伦呢，也就是他老婆，长得很漂亮，3个小孩也都就是乖乖巧巧的，所以他们家基本来说在旁边的人看来都是个模范家庭。可是实际上就是像约翰讲的，为什么他会没有钱？没错，因为他早就被 fire 了。挫败感、羞耻感跟羞愧感在男性来说，我不能是不好的，所以这一定是外面的人造成的。可是谁没遇到挫败感？谁没遇到就是羞耻感整个跑上来，让自己觉得丢脸？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杀人啊，他还不是杀普通人，他杀全家也。非常多人想要去预测这样的家庭杀手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可是像李斯特这样子的人，特别难去预测。